At 52 years old, I'm returning to Wudang for the second time to learn more Kung Fu and learn about Daoism. This is the fast form. So I sit very, you know, concentrated in the point. Which point I want to punch? I cannot punch here. So this is, I still look at this direction, but in my eyes is not focused. But this is the problem. I punch. See? Training. So I punch, I have to watch the point. Punch. This is the first eyes, second punch. Understand? So this is the fast form. Remember the orders. First, watch it. Second, focus. Third, shoot. So you don't do like it. This is not, because this is a punch first, this look second. Now this is not coordination. So this is called coordination in orders. So eyes first, second punch. And the slow form, the slow movements, different. Focus, I want to go left, so I go right first. Tai Chi. I want to go back 45 degrees, see? Now you don't do it. So fast, slow is different. So now I want to go Gongfu. Your eyes go too early, so you have to. Because the movement is follow your mind, follow the energy, your what is it? Your intention. Follow your attention. Yeah. Your attention is very calm. That move it. So you cannot do it like it. This is not text. The defense, okay? So really remember this, and you train, you keep practice, training yourself to follow this order. Yeah. So Tai Chi, slow movement is from the stillness, yeah, and to move it. And from the movement, to find your peace. Okay? 听得懂吗？听得懂吗？你当我们在练拳的时候，常常我们这个长拳分两种，一种是快拳，一种是慢拳。快拳跟慢拳的演练方式是不同的。快拳是烟道手道，烟道手道是第一，是所以是方向。我有往这边去了，我先看我这边看，我先看，所以烟道手道，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什么呢？专注，就是我有看到点，我不能说看这里，我打这里。 是看这个方向，但是眼神散的，所以叫散的。散的这个三拳是非常不正确的，因为你很容易把动作就什么糊弄一下就走了。我们就是什么就没交代清楚，是吧？今天他打那个基本拳打得很好，是不是？啊，打得非常标准。所以说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砰就走了的那种？我试看了一下，我表演就走了，那就什么呢？就是我的精气神。 整个都没到，如果是这样砰，我再走，他马上套路就变了一个样，你知道吗？就变了一个样，就是你练拳的方式方法非常重要。你如果长期这样练，练一百年有没有用？你达不到要求，达不到我所看的那种要求，那怎么办呢？是吧？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们有打猎，我第一我要看了一只兔子，第二我再瞄准，第三我再扣扳机。 我不能一看兔子砰一标就把它打倒的，是不是啊？或者说我这样空，我再去看，不是浪费子弹吗？是不是？所以说你要知道它这个练拳的这个快拳和慢拳之分，快拳一定是烟道手道，烟道是什么呢？
看住那个点，是打肚子的就是肚子，是打面部的就是打面部，是擦眼的就擦眼，你不能说这样擦眼睛，我们来看是吧？很多都是这样的啊，很多都是这样的，尤其还打，他不看的是不是？他不看的你他就走了，那你那个转念呢，其实没作用。应该是碰，他眼神盯着这个地方，盯死在转身再走，是说眼到手到再走，这是快拳，听清楚了吧？这是快拳，然后慢拳呢？ 不能这样，啊，你说太急，刚才讲了太急这样，先把眼睛扭过去，这也不对了嘛。这你再怎么练，练得再慢，练十年二十年，他还是一个急性的，对不对？一个球因为抱就开始扭了，有这样的人。然后我们初学者好多都这样，越性子急的人，他越打不了太极拳。为什么？他老是一高他就跑嘛，对不对？他先把身体扭过去先跑。所以这个有个特点是什么呢？ 开起拳一定要守得住，就是我这个动作越来越好，守得住。我跑步跑他的，是吧？是越左先右，啊，一起是，这个就不是越左先右了。这个一动他就不要扭过去了。那么我这边走，我一抱球，从这边来，再往那边去，你看，回弹一点。 正好从这个回弹一点接上了，如果没有回弹一点的话，应该抱球，是不是啊？我再做一下回弹的动作，看到没有？两个不同的动作，两个不同的动作是什么？我从这边拐一个越左先右，我现在拐一个弯，我再过来，我再跨一步。本来在这地方就可以跨步，但是我从这个地方来，我跨步的时候回弹一点。 哎，好了，所以慢拳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从上一个动作到下一个动作这个衔接练好了就高手，才叫行云流水啊！这行云流水这个，它也是行云流水，但是它不协调，所以说在它的两个动作的衔接之中，这个过渡动作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掌握不好， 你那个拳很难达到一个高度，哎，你在外行里面看还可以，在内行里面看达不到高度，你怎么办呢？就按我的方法去练，我快拳和慢拳，不同的练法去理解，练的时候去琢磨，然后你不要很长时间，你的拳就提高了，是不是？所以这叫方法，你没有这种方法练不好。好，每一次会演我们都看，都用心去看别人练拳，他总有好的一招。 我们学一下，人学有好的招，我们都学一下，慢慢慢慢就把自己传法修改过来了。为什么又会演呢？会演第一，我要检查；第二个就是让你们大家来看才传不到。每一个人、每一个教练、每一个学生，他练的时候，他都有自己独到的一个动作，是吧？虽然是一个师傅教一个师傅教，他都有不同，他出来他有他的动神态，是吧？有他的这种动作的这种运行的路线。 对吧？所以说他能有一个好看的动作让你上眼的，你把它学到，慢慢去积累，慢下来，这和那个动作都很好了，是不是？你吸取了所有人的长处、优点，那拳就非常漂亮。我今天有一个国外学生打拳，啊，我已经提出来了，谁是他的教练呢？没有，我们传统武术里面有一个特点是没有直板腰，快拳里面除了太极拳。 保持上身中正，快拳里面上身中正是不行，啊，你说你这样，那肯定是不行。他一定是有身体晃动，然后在马步弓步不变形的情况下，我身体这样晃动是传统武术最难做的东西，就是你把步伐蹬标准，然后上身让步伐不动，上身这样晃动，这边跑到这边，速度很快的这种，因为他的那个压强压力很大。 他拉过来拉过去，他压力很大，还有移动，所以他最难的传统武术就在这里。如果你练成直板腰了啊，腰不动了，砰砰砰砰砰，虽然架子低，但是他是直腰，直腰直太极拳，其他的拳都不是的，包括太极拳都不是的，直唯一的太极拳才是直腰，因为它要保持上身中正啊，你不能是不是啊？你不能打太极这样打，那就不行。所以他的特点你搞懂了，练拳就不难了。 所以传统武术。
输压力快拳里面，输压力武术，除了太极拳，包括咱也是，你打直腰也很难看。所以它一定是要身法，所以刚才我前面我讲了身法，如果没有的话，没有这种身拉伸的话，你传统拳永远缺的腰力。你想一下嘛，就是你站在这里，你把身体往上去，往那边去，它这个压力很大，然后又突然把它拉回来，这就练下盘功夫，这就练功力。 所以，如果你只练很轻，它很容易。但是你要这样过来，这样过来晃，你试一下就知道了。就是你马步不动，你把身体来回拉，往这边倒，往那边倒，力量出来了。所以，传统武术最难练的就这里，懂吗？对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了。只有他那身法，哗哗哗，晃得很动，步伐还不变形，身体柔韧性、协调都很好的，这一定不是一年两年练出来的，一定不是的。 所以，当你外面去的时候，你去看师傅辨比师傅的时候，一套快拳你就看出来了。只有说他是练传统武术，一套快拳你看出来了。我们这里很多阳山班的太极拳打得很漂亮，一套快拳歇菜了。为什么？因为太极拳它是直身嘛，它是身体终身的嘛，所以它好练，一套快拳麻烦了，这种绝对不容易，是不是啊？是这个意思吧？所以说。 我们作为练武的人，到这里来了，对吧？我们最起码有辨识能力，然后又知道他的传统拳最难练的在哪里。传统武术传统的套路，它比练散打都难，比散打比任何东西都难练。他在输腰协调、输腰的这个运动之中，它是最难的。空翻都好练，就是你年轻的空翻都好练，就这玩意难练。 我练很多年了，我觉得传统武术这个身法是最难练的，没有比这个再难练了。散打、冲盘啊、鞭台啊，那个都很简单。所以传统武术难练的是在这里，对吧？所以我们在教练在教学生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传统武术我们练的是什么，练的一定是下盘功夫和身法，一定是这样的。好，下课。